29题，棒球在刚离开手上升至最高点时的运动状况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它的答案都是问瞬时速度跟加速度。我们上升到最高点那个瞬间，它不再往上升，同时也没有往下掉，所以这个瞬间的速度是零，所以它瞬时速度是零。但是在整个上升跟下降的过程当中，它都受到了地球引力的作用，因此都有所谓的重力加速度，所以它随时随地都有加速度向下，所以加速度不为零。所以第29题问我们说，棒球在刚离开手上升到最高点时的运动情况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棒球在最高点时的瞬时速度为零，但加速度不为零。